苦茶有。哦，可是这个还是要吃 Omega 3，要吃一点哦。要 Omega 3。对，要吃一些哦。哦。可以讲一下他现在的状况吗？好，我帮你念一下。嗯、好。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，第二次来的时候你跟我说，第一次来是几乎是，没有什么反应，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说有反应了。对啊。可是这是第三次来。他好像会流口水，第一次。对，现在还是会流啊。哦、你看，我们还是放了那个，免那个。垫的吸口水。你有没有常常跟他讲话？有啊，我常常跟他讲话。你看，给你点头。嗯。人家跟我点头。对呀、啊。很好玩啊。嗯。我自己是觉得我有跟他做了将一年。一年又，你好像家里没有给他吸氢哦。没有，家里没有吸氢。不过我们现在有开发一种新的东西，嗯，看他的尿不够酸，不够酸，尿排出来哦。他的尿是 pH 是八嘛？嗯，正常要五哦。正常要五。对。正常要这么酸哦。对。尿是一个垃圾桶。酸要排出来，它酸要累积在身体里面。我以前还没有用这个，现在用这个，我觉得效果更好。你8月27，我看今天哈、哦，陈润燕嘛、哦，嗯哼，来了三次了，这是第三次。啊，2013年哦，哎，2013年，等于是2014年哦。对，2014年就来了，8月。是2014年八月啊，这要怎么样点？哦，对，就是点是，对对对，然后详细资料。2014年8月27。陈润燕，他是中风还是什么？中风。记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说，
知不知道他是谁？我妈妈说 Doctor， 把那个医生吓一跳。嗯，啊，对不对，妈妈？他不能直接吃，还是要放鼻胃管。对。他的手，他不会去拉那个管吗？啊，前一个礼拜有拉，结果我看了一下，是因为他把那个鼻胃管插得太深了。他头也是挺的，不会掉了哈。现在不怎么掉了。不像以前那个很他那以前眼睛张不大开耶。你说什么？以前眼睛比较张不开。以前的那个又左眼比较不开，现在两只眼睛都一样了哈。亮亮哦。哎。哦，哈哈，好玩。就跟我妈妈一样，我妈也是快100岁了。哦，你妈100岁啊，哦，厉害厉害。跟她讲什么都搞不清楚。哦，搞不清楚啊！我每次去看他，就跟他有点像。那他有吃油吗？不肯吃。不肯吃。因为我不在啊。你不在，什么意思？他住在国外，我每次去看他，喂他吃一点油，他是很生气。那你弄在菜里面就行了，不用就给他吃油。他照顾的那些人哦。嗯。自己不在很难，他们那会觉得不要啊，不要吃，不要吃就不要了。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哈，你那时候说要喂油，结果我就去喂油，结果你知道吗？我们搞错方向，那个油弄在那个里面，那个管里面，鼻胃管里面，结果一下子那个鼻胃管里面都生膏了。生膏。嗯。然后来怎么长霉呀？那怎么吃？后来就常常要换那个管子，后来你去用个 silicone 的啊，这都是 silicone 嘛。后来你知道我们这有多聪明吗？就把它混在，就好像煮菜一样，不放在菜里面嘛，就是把它放在吃的东西里面就好了啊，就好了。哎，这么简单，你看当时都没想到。清洗一下哦。没办法清理，那管子那么细，怎么清理？没有打一些水进去。对啊，那都会打的，但是因为你有油，你如果光是灌油，哦，油就会在那个管壁上面，你再怎么弄都弄不下来。是啊。他就只能那个，只能那升高了。哦，他连乳化以后就不会粘管壁了。但是你把它用那个一个铁的那个跟它这样搅拌搅拌就好。那也是点头哎。那现在越来越好了嘛哈。你有没有头会不会痛？不会。那但搞不清楚你说痛是什么意思。他还没有中风之前，我带他去看电影。那看电影完了，那个老师会讲解。我妈妈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老师讲些什么我都听不懂，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一个警讯。哦，我不知道，现在我懂了。啊，那时候我带他去中正纪念堂黄英雄老师的那个电影赏析之前，看电影之前会介绍，看完电影完了也会讲解一下。我妈妈告诉我说他都听不懂。那我当时想，是不是他讲得太快啊，或怎么样。那现在想说那时候已经有状况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后来是发现他本来是用右手吃饭的，那天他居然用左手来给我拿碗。他是哪边中风？左边中风。左边，不是右边中风。那天他用左边来吃饭，哎，我说妈妈你怎么用左手？才带去医院，才发现是这样。
少喝冲一杯。我有给它盖好啊，这冷气这么强，我都冰死了。那边是中风的。我妈妈每次我念她就很生气。啊，这样。我妈妈的个性很好，你随便。然后随便，但是我跟她做复健的时候，有时候她就不是那么高兴。然后，对不对？做复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高兴，对不对？我每次就弄我妈妈，她是很生气。真的。生气。不会，我妈妈个性非常好。好，对不对？我们个性很棒，对不对？不会随随便便生气。我觉得那个树，它现在。看起来都跟以前差不多，就是这一次有验尿哈，尿的酸碱值还是，不够酸了、就是毒没有排出来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那这个有什么？你怎么建议？就是油要吃多，淀粉少吃这一点哈。还有就是那个，可是你们好像，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是照顾一下啦，亲也。也不一定要吸，因为吸清也不见得就可以把它变成很正常，因为毕竟它中风了哈、我们如果是一般癌症病人啊，那比较建议。我们真的很可以上车。你没有看过轮椅啊？对，没有仔细看。这样。这台可能要五六万吧、没有那么贵，还有补助。这次的脑波的检查的结果怎么样？差不多跟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没有大差别啊。好像看数字也好一些吧，可是我们老人家能够进步就不错了，进步后也不能说要求他恢复到正常。我是觉得有进步，有看到他的人都说有进步。可是我还记得第一次投入这样投入，后来就慢慢，这次好像抬得更好。对啊，既然你站在他前面比他高，他的有时候头还会仰一点。以前根本是没有可能仰的，现在头可以仰。以前我们照 X 光的时候，我们家属都要进去帮忙，帮他，帮他压住，因为他身体还会扭曲这样。那现在我们都不必进去了，他那个，那个 X 光机的先生自己搞定。以前我都要进去帮忙。你都一个人照顾，没有请？没有，他在养护所。所以你们只是定期去看，我每天都去看。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基本的嘛。那我去，我就是比较没有说关怀啊什么哈，比较是不大可能谈那么多人哦。对，他一个人要照顾很多人啊，他不可能做到。我去跟他泡脚跟他那个脚趾缝洗洗脚趾缝。那你这么。你也不用上班，我退休了还上什么班？对不对？我就是，有时候去做做公民记者。公民记者。对啊，所以你我不是帮你照摄影过，他帮你写过一篇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好像有点像。我记得我帮你写过一篇的，就是退休，就是做点公益嘛。做这不用，没有钱赚的，没有钱赚。那你这样绑他是什么意思？哇，那个医生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刚给他。脚外翻的。你刚刚不是讲出来骨疗法，一收盖啊。一收盖啊。知道。
我们从去年二月做到现在，他本来那个身体乱七八糟的，躺在床上的身体是扭曲的，而身体你那个身体碰上去还会酸痛的，我还跟他去复健科拿酸痛那个药膏，不是药膏，那个胶片跟他贴的，现在都不用了，但是也还没有完全好，也没有完全好，还要继续。那个你认识林教授吗？哈，林克燕。林克燕，哎，你看他头抬起来了，你看我现在站起来，他头抬起来了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他现在低下去了，你看他的头抬起来了。就是他现在那个现在虽然改善很多了，但是我的野心更大了，我希望他可以吃东西。哦，对，我希望他可以吃东西。他很干净哈，不会老人家不会有那种脾气啊，什么都不会。不会啊，也有洗澡啊。你帮他洗啊？没有，他们养护所会洗啊。养护所好像照顾品质还不错。哎，很好，我换了六家嘞，这是第六家哎。第二要不要3-5万块？差不多了，3万多，还没到，不到4万。不错了。这家比较满意。对，最满意。是在哪里？在我们家附近。哦。哎。人多吗？大概30个，家庭式的。蛮好。30个也不小。还不错了。不大了。我们住过将近50个人的。大通铺还是房间？也是房间呢，一个房间4个人。也有比较多人的，也有到6个吧，他们那个。应该一般。我们隔壁那间是1个人1间，我们现在是2个人1间。蛮好，现在还不错哈。离家近，哎，我走路就到了。哎，你看他点头。我有常常去看你哦，早上去看，下午去看，一天看2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一天看2次。上礼拜六还带他去看，那个什么走阴天后，对不对？我们去看走阴天后哈，是不是？我之前哈，因为你说要多吃油，就我就吃油吃到45cc，你告诉我要吃到70cc，就我吃到45cc 的时候，它就不行了。倒是他们，我只吃，我是吃在菜里面，我也不知道多少啊，就是我吃是煮菜的时候放一瓢进去煮。但是我妈妈是用凉的，结果我妈妈吃到45的时候就不行了，她就那时候是怎么样，就是吐，呕吐，就后来就去看医生，住院看医生，就医生说禁食，年初的时候禁食，后来我们出来了以后我就没有给她吃油，因为那时候说好像胃不是很好，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吃油，就慢慢的慢慢一点一点的，那时候因为
比较就吐的情况蛮严重，然后我们就吃的东西都降减量，然后吃就不敢吃油了。后来他不吐了以后，就慢慢的加。那现在只加到10cc。嗯，在那个去年来看的时候，去年八月份来看是已经吃到好像是15cc 吧。可是因为你说要吃到 70cc， 我们就拼命加，加到45，也不是马上加上去的，就是就加到45就不行。所以我现在是大概10到15之间。那我想，我心里在想，也许就加到20吧。对，对呀、啊，看看。因为他年纪没有那么轻嘛，他年纪这么大，啊，可能是，哎，是。所以我现在是10到15这样。对呀、啊，看情况调整。哦、对。请问那个亚麻仁油是怎么样的？嗯，好像有些人认为亚麻仁油不能吃这么多。是这样啊，哦，如果以疗效来讲，我是觉得我们的指数有比较好。哦、什么指数比较好？我们的这种指数加三基油啊、哦。那另外就是说亚麻仁油，其实也还好啦， Omega 3含量跟我们的油差不多，只是说它含有一种叫木酚素嘛，类雌激素哈、哦，类雌雌激素对年轻的女生效果比较好，啊、哦，会丰胸啊，或者啊，那女生吃了以后，那个老人家吃了以后，有时候会引起什么子宫肌瘤啊，不建议大量长期吃啦。如果你说 10cc 可能 20cc 还好吧、嗯、如果大量吃的话，我们有曾经你说 20cc 都还好啊，对啊，有人说连 5cc 都太多了，对啊，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些讲法、嗯、看观点不大一样，也有些人说不会，那我的经验是会，因为有些女生吃都会月经来不及，那个子宫肌瘤在长大，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再用。你说亚麻仁油？对对对。哦。所以后来就没有用亚麻仁油。对对，后来我就没有，就用这个紫苏。紫苏是比较没有争议性的。哦、嗯。紫苏跟沙子橘子油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。那叫什么名字？陈润燕。哦，陈燕。陈润燕。陈润燕哈、哦，那我们去外面坐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但是好哎，那是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说嗯一下。那、哦、我们去外面坐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还有病人要看了，不好意思。